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，中学一毕业就去了教钢琴，但后来我找到自己更加喜欢做的事，就是做戏，很开心有机会演出《老表你好嘢》正式出道，令大家都认得我。但今晚我想站在50年的舞台上面，给大家知道其实我都很喜欢唱歌的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，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，迷失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，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，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，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，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，你们好不好，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，当我尝尽人情温暖，当我燃烧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，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，算不算太高，TVB 精彩节目各电视平台上面都看得到，请致电1877-893-8888查询订购啦。